Yo， 好久不见！美国那边刚结束这个 SDCC 展啊，所以我们就有这个《黑亚当》，好不好？巨石强森《黑亚当》这一部的最新的预告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哦。有狂怒催生。所以是越生气会越强啊。Black Adam. You believe you are not worthy. 哦，这服装蛮帅的。怎么感觉有点像沙赞还是什么？这个闪电。You can be the destroyer of this world. Or you can be its savior.那不是一个反派吗？哇，这什么？圣斗士哦，黑亚当，是不是有个彩蛋？居然没有，他不像那个什么漫威。最后都还有个搞笑的小彩蛋，看完我倒是觉得好像不怎么样，有可能是巨石强森他本来就已经是，他这个人就演什么都像巨石强森，他戴这个黑斗篷我还是觉得他是巨石强森，然后他那个脸。他个脸很靠北，就是那个，有的就是那个凝重严肃的脸，感觉就觉得他怎么演就是这样，我感觉差不多那个脸，靠北。黑亚当的导演是谁啊？看一下，我有点忘了。黑亚当是超级反派兼偶尔的反英雄，他是沙赞的大反派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《沙赞二》的新预告。黑亚当的导演，他是拍恐怖片起家的，恐怖蜡像馆、孤儿院、绝杀岛。妈，绝杀岛我觉得还好。丛林奇航我没看过，黑亚当好像还好哎，没有特别有兴趣，但我还是看评价啦。评价如果 OK， 应该是会去看。